早上来的早上是三，安排我一个小的小姐姐，我比如我人的今年我三十五岁，我住做饭，我有一个女人在四月朋友，我的生日有一百三十六个，我开的中午有五十一个班，我想比较，我安全较，我安息主义，但是我是主义主义，我已经做过在阿拉伯里有面，2013年到2016年，我开了班在阿拉伯呀，我开了班有阿拉伯呀，我开了班后期，有一个房间用买了用过几所。我被工作海住宿没选择的特别容易照顾小朋友，我是照顾人家照顾 BB 照顾小朋友。我而家学紧住中国书，用咩学紧广东话。我是用错本利用的合约。我而家我为紧叻作业利用的合约。我